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我花了80000块钱买的东方短毛猫。今天我们预算10W，在系统展给他买个对象。哇哦，系统展，哇，好大的阿拉斯加。哇，这个小朋友他好可爱。呜，边牧。哈喽啊，大金毛，还有好多好可爱的小狗狗。这个德牧都快让小姐姐们把它撸秃了。哇，细狗，细狗，这只长得眉清目秀的哈士奇。这边是一群特别漂亮的赛级边牧，还有赛级的大金毛，真的好漂亮呀，我也想养一只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捷克狼犬，长得像狼一样，好可爱，好想养一只，太漂亮了，好想养一只。这么漂亮的狗，为什么别人有两只？我真的太喜欢这种苗条的狗了，这种可爱的小狗狗我也喜欢。这是什么狗啊？第一次见。我的罗威纳今天也差点被撸秃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帅气。不能再看狗了，我来是给我的猫找对象的。啊，这两个狐獴怎么还吵起来了？这里还有一只羊驼，这个当宠物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。这么大这么大一只，一龟传三代，人走龟还在。哦呼，这个好可爱，熊猫咪啊，熊猫咪，这孩子多可爱。这个大缅因猫好帅，好大一只，缅因猫的小宝宝。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爪子好粉好粉的小爪子。我逛了半天了，根本就没发现有东方短毛猫，但是这根大骨头看起来不错。猫没买到，又省了10W，真开心。哇，拜拜。